OK，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今天要分享，用我们的 Easy Pants 上爬神山，我最近有上神山，用住我们的 Easy Pants，so，我是跟我的老婆讲，since 我有了这个 Easy Pants，我一定要 test run，一定要试穿它，so，我就那天早上我就直接穿跑住上，我没有停。直接爬，我又没有用我的 knee guard，因为我有 knee problem，我是打排球，我有 knee problem，所以每次如果有去 hiking 还是去爬山，我一定要穿 knee guard and 要有 pole。But since 我已经有了这个 easy pants，讲我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有好的效果，所以我没有拿我的 pole，没有用，我没有用我的 knee guard，我就这样跑住上。所以我们的 group 我是最 senior，我是最老的一个。可是我讲，我跟我老婆讲，不用紧，我一定是要第一个在我的 group 里面第一个爬到上面去，拉巴拉大，所以我就跑 non-stop，no stop，我只是 stop maybe 1 minute in some of the pondok，跑跑跑跑跑，跑到上面我就讲，哇，我第一个人到，我好像 I don't know maybe 3、4个钟，只是3个钟多只是啦，爬到上了，所以我就讲，哎呀，死了，跑到这样快会不会脚痛，会不会 cramp？所以那天晚上 no problem，因为我穿到晚上没有痛，knee 没有痛，脚又没有 cramp，在那边 relax。我朋友都吓到，喂，你这么今天你这么这样厉害的？哦，我讲我穿我的 easy pants 新的，我讲我要 test drive 它好不好？所以那天晚上就休息咯，没有痛，没有 cramp。The next morning 3点我们就要爬到 summit。我就跟我自己讲，我一定要第一个上，在我的 group，我也是这样跑跑跑。有一个很年轻的，才10多岁的，跟我一起跑，跑跑跑跑一半，他不见了。我问他，你怎么不见了？我不可以跟你比，因为你好像不会累的，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所以我也是第一个上，可以看到那个太阳上山啦。早上3点多。3点多，我到上面还是很暗的，很冷，很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咯，上山没问题，no cramp knee 没有 problem。所以那个就是第一个 testimony，第二个 testimony 就是下山会怎么样？所以我从 summit 下来，我看也是很快啦，跑住下不不不不不下到拉巴拉达 rest 一下子，休息一下子，又从拉巴拉达跑到下面那个顶波汉 gate，我可以。跑 1 hour 30 minutes，跑住下，跑跑跑跑，我讲不用紧，我有了这个 easy pants，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再想，我只是要知道它真的有没有效果。说下了丁伯汉那边，我还等到很久，因为朋友很慢，不过几个钟我们才下到来。所以我就觉得讲，哇，明天第二天一定是问题了，我的 maybe muscle 会很痛啊，你会有 problem 啦、啊。等第二天，我朋友问我，你脚没有痛没？没有哦，真的没有痛哦。跑路又不是像你知道，如果人家爬下山啊，第二天跑路好像脚很重很痛这样，我没有问题。第三天我还可以去 hiking，在 Bukit Padang 那边 hiking，跟我朋友去 hiking。所以我就觉得这 Easy Pen 真的是很好用咯。所以我们这些 hiking 的人呢，一定要有 twin set。用睡觉也是可以，用去 hiking 也是可以，所以我觉得咧，next 如果有 big event hiking event，我也是要穿，我也是要 test 看它是怎么样的。我已经 test drive 了，在神山那边，真的是它的效果真的是很 amazing，全部人一定要有这个 easy pants elegant，thank you very much。